所以，讲南投县埔里镇，阿多何伯乐何伯罗利用干阿个协调同部署，噶面那起呢，马波萨噶爱样多哩，佮个是别干的哈，你干铁路马行个别贵哈哩个协调，阿多你干协调个人民个咖哩，那个咩是马路个所个呀呢？所以那个好哩，阿多伊个利用干阿协调同部署的，阿是那你干个协调咩独木墩伊达协调，咩达个咪达？目前截至3月31日，埔里镇原住民总人口数是3674人，那山地原住民的部分是3431人，平地原住民是243人。你看，现在东部数莫萨泰瑞南投县后里，马更多都爱国利用个写一点，没那个个别规模比多高瓦斯铁路不定，马你看铁路马行个别规模铁路个别规还一个写一点，多你看个写一点，阿多木古莫萨不是使用个正常，马你看个咖喱呢，你同说你看个写点证明代表的马哈索马罗利用，几个哈巴罗利用个那说很个大哈，马马里我咖喱个说写点名义代表，没啥事，多多马那那个说盖亚也混得哈不离个咩什马路，其实马哈说本内呀，个那说唔单大哈说宝宝，是不是玻璃会当有一些个原住民？诶，这个地名代表来为着因原住民乡亲来服务，但是这个地方自治化吼，可能爱搁去修法。那总共有机会，看会当来建议，伊会当来修改法令无？如果经过地方自治法的哈这个讨论之后，能够由县府哈提案交给南投县议会来讨论哈，那如果通过，让埔里镇的镇民代表哈能够有一席，增加一席，然后那这样的话可以直接照顾到我们最基层的我们的原住民的乡亲哈，我觉得这是很必要、很需要的。所以那一代西达普顿部署，米纳卡霍里，阿尼西伊尼埃纳，马莫萨索米埃巴马姆乌亚斯，我的尼干里马马汉格贝奎哈里德霍姆姆德鲁马汉格贝奎哈里加西埃德，吉个尼干本雅昆达哈索列隆安，那个梅亚德马尤德黑梅亚索斯梅亚根里达。因为那么多原住民都在埔里这个地方啊，如果说有一个代表出来的话哈，对原住民的生活还有一些工作上都有保障啊。我是乐观其成啊！如果埔里镇有一席我们原住民的代表，能够帮原住民在这边发声，我相信对于我们原乡子弟以及原住民在埔里镇内任何的包括在这个福利上面以及在权利上面的保障跟争取会是有利的。So hendulai saya baru lihunga si dek menak kahori makin tutut ekuduri jika ni kan so lulungan dah ni tun so menak alang berenuh nak ni kan kasi dek tumpusuk meyah budayok mamiyah pelahang kena so ndan dah senalona iwanawe.